它长得很慢哎，树都砍掉了，最后就变成小树苗啊。所有世界上的万物啊，都需要成长的时间，就像你们一样啊。你们长大要不要时间？要。要啊，对啊，他也要啊。但是我们长大比较快啊。没关系啦，没有人呀，他不懂你的重要性，他没还会伤害到自己，也伤害到自己哦。加油！你的背上有一个。那个要唱完了吗？唱回来了。怎么突然了？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随便乱砍树的，对不起哦。你要跟他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，相信我们的森林会越来越好，大家一起做哦。是的，是的，希望我们的小雨可以和我们一起努力，保护我们的地球，捍卫我们的森林。包括你们今天一开始来的这些，一开始来就很想拿那个斧头啊，是谁做的吗？小熊哦，小熊是很厉害也有啦，但是哈，小熊家里面有一个更厉害的，对，我们来邀请我们的日光一起上台来，我们要一起合照，对对对。到前面来，包括那个前面我们刚才做那个小小的实验啊，看看根越多越容易抓到土，还是根越少越容易抓到水，说对，抓到水，对，这个实验的道具全部都是日光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们一起来，刚才有没有跟我们说谢谢？我们来一起谢谢日光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谢谢日光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那边，我们来拍一下好。好来，好，一二三，谢谢大家。来，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野草。